小姐，看样子你没听懂我的话。对不起，是爸爸无能，我辜负了你妈妈临终前的嘱托。你才刚刚18岁。 制造者，也就是我的父亲。这一次，你能给我一个名字了吗？你叫秦岩，你是一名复仇者。一名人质已被杀害，现在警方和 AIP 仍在对峙中。 收到。哇，这么巧！站在这里等死吗？坐电梯？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万一被困在里面，就只能等死了。除了电梯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 电梯下去了，应该是去了你那里。想办法拖住他们，我还需要5分钟的时间。那些人质怎么办？5分钟后，亲自送他们出去。上有人！我靠，这小子劲儿真大！ 蹲下来！祝我们好运。 小心搜索！
是时候上场了，伙伴们。留一个人干掉他们。韩风，你给我站住！子弹的速度没有他们快。现在怎么办？搜索前进，人质已全部撤离，大厅安全，小心对方超音速。收到。人物出现，我方人员受到袭击，请求优胜劣汰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人类，你们投降吧。开火！改备用方案。乔局长，临死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3年前，大量异变智能人出逃，所以我们才组建了智猎团，目的就是消灭这些危险的家伙。日子能干掉韩风，卓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建议撤销他的停职处分，让他迅速归队。你们两个一起停职。老天爷，你一定是睡着了，对不对？